哎，你好，是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吕凡大使吧？哎，是我是我。哎，我是那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是这样，那个我们要，向中央写一个报告啊，就是关于这个占领海外文化市场这个阵地的这么一个报告，就是我们最近那个听说你们成功了这个，阻止了这个神韵在你们马德里的这个演出，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这典型的事迹啊，我们要向上面那个这个汇报一下，也把这个作为一个报告的一部分，所以向您那个想了解了一下，就是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啊？到时候我们也好向你们向这个首长们这个请功。哎，你们这个要很急吗？还是说有个时间限制？那个要的比较急，所以我的那个才给你打电话嘛。啊，因为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啊，基本上这个落听了之后，再跟国内再报一下这个情况。如果你们要是有个一两天的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个情况再总结一下，给你报一下。那也可以，就但是你可以先大概说一下，我们那个这边也就是，就有个准备啊。那行，他就是这个一开年，大概是1月3号吧，还是几号？我们就是得到了他这个有这么一个演出，而且是在西班牙马德里顶级的这个歌剧院，皇家剧院演出。而且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说我们因为习主席夫妇刚刚在西班牙进行完国事访问，我而知且道。这个皇家剧院呢，还是这个彭教授去。王后陪着彭教授去参观的这么一个地方，哎，神韵呢也是这个在这之后吧，当然我们先知道的吧，我们马上就跟皇家剧院联系核实，哎，同时也看到了他打出的广告啊什么等等的。那么紧接着呢，这个法轮功他们这边呢，就是在一些这个媒体上吧，还没有在纸面上还没有，哎，做这个宣传，但是很隐蔽了，就说的是这个。宣传传统的中国文化，哎，这个等等，根本没有讲他的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情况之后呢，马上找到了这个皇家剧院的这个人。实际上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整个西班牙都在放假，一直到1月6号以后才真正的取得了联系。但是之前呢，我们已经找了他们很多的人了，把这个危害性跟他们讲了，他们是非常的这个震惊，他们就。模糊的认为呢，是又是中国文化，哎，又是刚刚这个这个第一夫人刚刚访问完，哎，所以他们还想这个表现一下吧，这个情况。但知道之后呢，他们就当时就是表示很为难，说已经线上卖票呢，已经卖出去了将近900张，损失会比较大，哎，也表示为难。后来我也是亲自。找他那个总经理，跟他谈，说你这个事情呢，不能光想着这个经济账，要看这个政治，是吧？你跟中国这个合作，刚刚在前两年又跟这个中国签订的这个线上剧院的这个思路啊，线上剧院的协议等等，跟中国的这个市场今后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。哎，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呢，就丢掉了这个中国市场。他们也是马上就是认识到这个问题，认识到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他们也是比较看重他们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剧场的声誉啊，已经答应人家了，等于取消掉会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？他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，哎，但是同时他们又不想把这个事情给炒大，让它染上更多的政治色彩呀、啊、什么的。最后也是我们跟他一块儿商量吧，最后呢叫他们就用这个技术原因，因为时间很仓促，他们这个定的这个场地啊。时间太仓促，当时考虑不周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，因为技术原因，现在呢，这个场地呢空不出来，没有办法给这个神韵啊，这个演出这个时间，两个时间啊，一个是这个1月31号，一个是2月1号吧，要演两场，啊，一共是要演3场。那他们现在这个剧院的这个态度，那个是坚决吗？还是有点动摇呢？现在态度还是比较坚决，但是昨天呢，这个神韵方面呢，又是在当地的一个媒体，在ABC 这个报纸上，就是全国性的一个报纸上，也刊登了一篇文章，就说是这个皇家剧院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，取消了这场演出，又
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。嗯，现在我们正在跟他们在这个商量啊，如何这个进一步的应对。嗯，我们初步的想法呢，就是不把它炒热，另外呢，就是叫什么呀？还是以技术的这个原因吧。嗯，怎么搞？你这样吧，我待会儿再给你打过去，好不好？行，好的，嗯，好好，谢谢你啊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好，再见。